西班牙众人最爱的玩具，哈维、卡西，我捏，皮克，我也捏。然后，哈维就被捏成了这样。二，球场坑爹的草皮，守门员一脸懵逼。三，万万没想到，本想要雪中送炭，结果来个落井下石。四，托雷斯，凭实力空的门，为什么要道歉？五，假设有100个足球，有2个人轮流踢球，能踢到第100个足球的人为胜利者，条件是每次求球者至少要踢一个，但最多不能超过5个。问，如果你是最先踢球的人，你该踢几个？以后怎么踢就能保证你能踢得到第100个足球？